接获报案是车祸脱困啊，那到达现场是发现一台小货车跟一台自小客对撞。那现场的话，小货车的驾驶他被压困在车底下，因为车子有翻覆的状况。那我们就使用油压撑开吸纳，稍微把小货车稍微往上顶之后，那再顺利的将人员脱困。总共几人受伤？总共两人受伤，那一人受困。伤势怎么样？伤势的话，目前他初步看起来是腿部有骨折的现象。那在送医的过程中，他还有办法哀嚎说脚蛮痛的状况。抢救困难点在哪里？困难点在因为小货车它是有倾倒，所以人员压困的状况，所以必须要使用到一些油压的破坏器才把它做顶升，才有办法顺利将人员脱困。